好，明天天气如何？要带你来看山海气象。好，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，低温23度，高温有31度，4到6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雷伊春日低温22度，高温32度，是高达7成的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马家低温18度，高温32度，有6到7成的降雨机会。高雄的桃园纳马乡茂林低温13度，高温30度，6到8成的降雨机会。而嘉义阿里山12到29度，也是高达8成的降雨机会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新义低温12度，高温有30度，3到8成的降雨机会。台中和平17到31度，也有6成降雨机会。苗栗的南庄湿潭泰安低温21度，高温33度，2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低温17度，高温33度，降雨几率有1到2成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20到34度，有2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大同南澳20度到34度，3到4成的降雨机会。花莲新城、花莲市还有吉安，低温26度，高温32度，2成的降雨机会。秀林万荣20到34度，2到3成的降雨机会。而寿丰丰滨24到34度，也是2成的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24度到35度，2成的降雨机会。卓溪玉里富里低温13度，高温有35度，卓溪有高达8成的降雨机会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25到36度，2成的降雨机会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低温15度，高温有34度，2成的降雨机会。鹿野台东市卑南低温23度，高温35度，2成的降雨机会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低温21度，高温34度，都是2成的降雨机会。在兰屿地区25到31度，有1成的降雨机会。就来看到外岛地区低温26度，高温32度。